等然后被惩罚了吗？好，你还要练台啦？说好看我豆内，请问队长女朋友是要找大丸子还是要找杰哥？白痴，为什么要找这两个垃圾？我一定找胸大的。哎，我们这个对线其实是不好打的，他们是选了这个版本非常强势的组合，就是巴德加进，就两只都算是一线角，真纳是估计是四线吧。不过我只是单纯想玩而玩而已。如果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，是如果你这一场呢想要选一个比较好的辅助的话，逻辑上应该是选布朗姆。照刚刚的顺序来看的话，布朗姆会比较好一点。在我们亮蜘蛛，然后对方亮巴德的时候，跟牛这两只，因为刚刚有讲了，巴德是比较难处理坦克，就塔里克、牛跟布朗姆，牛会好一点啊。我们应该是吃一下会比较好，因为其实他们推线很强，所以怎么说呢，我想想看，他们推线强，所以我们让兵线过来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我前面先盾他，让他 Q， 他弹个两下，我这边拉掉，然后我先弹两下，然后拉，然后从头到尾他弹，因为我可以盾，然后他再风筝一下就好了，这样的话是血掉的最少，这样你可以让两个盾都可以吃掉，然后同时之间又能够平均分担伤害。他这边应该会 Q，OK，、OK, 然后就是比较平稳的打法，就这样子。少 A 他一下，可惜。啊，我盾不好，刚刚盾应该要加伤的。对啊，一等剑，他两等剑点夹子，点一。从头到尾一直想扣第四下，真是有过无聊。凯特琳只有对线的时候是还算强的，第一趟回补前，对，因为他的角色击伤其实应该说技能也好啊，或者是这个角色前期的。优势时间点，他前面在第一趟还没回补前是最强的，所以打凯特琳其实还有一个小技巧是，你可以赶快把握第一个回家的时间点。给他打没关系，然后其实有一个小诀窍是，如果对方poke太强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三等点一，让你的盾再加厚一层。就有没有这个跑速跟缓速其实一般般，对。推线推线，这时候他那边河道想发生碰撞，我们就一定要推线，对，这样的话我们支援速度才够快。好，稍微 poke 一下，凯特琳有点害怕了。有巴德的对线组合，就是不要站这边，这边容易被他直接开一个门串过来。虽然
这 gank 的成功几率很低，可是还是尽量避免。如果他消失在线上的话，没事没事，我这个盾直接把他第一波的 poke 全部挡下来，雷神律令加 Q， 这边也是直接。其实像以前我跟 BB 配或者跟 JJ 配的时候，我如果玩真娜，我一定会口头提醒我盾 CD 好的时间，所以他可以抓这个 CD 时间去上去换血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打法。如果你有双排的好伙伴的话呢，记得要这样做。只可惜你们都没有，哎，赶快趁台风天找一个。然后这个兵线过来的话呢，就不要插后面草丛啦，插前面草丛。哇，魔气这么好哦、喔！好吧，他们这边塞草丛了，塞眼了。九总在上，这应该会扛一下。他们应该回了，那其实我们没有很有效的利用到那个前期优势，不过是因为我们组合太烂了，讲实在话。讲实在话是这样，對，因为我们这个组合，我要玩回去，我怕巴德卡。好，巴德没卡，这边如果巴德卡的话，你要闹一下，所以晚一点回去没差。反正你是真的，其实你走很快的。然后现在就难打啦，因为凯特琳现在是 BF， 其实这个装备加进会比 BF 来的强一点点，平啊平，差不多平。可是其实前面你是赢的，你前面是高于他很多，所以这是第一趟回补的差别。就老实讲，第一趟回补会有这个问题的。他这边有一只眼睛，不过没关系，就给他放吧。没双排大腿啊，也是啦。哎、欸，这个凯特琳应该不是 main AD 的感觉起来。然后小心酒桶啊，这个老三式蹲法，所以这边一定先下野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保持完美距离，第四下永远射不出来，直接卡在裤裆里。你冲啥？还有你他妈闪现个屁啊！哇，这个 AD 不是那个蜘蛛闪现 fail。然后那个 AD 为什么要一？你反身一都比刚刚正那个正身一来的强。你反身一打那一下伤害到底冲他小？你一定是反身一过来，不，你一定是正的吧？你一定是反身一过来不断的普攻，而不是正身一去拿那个伤害。到底在冲三小？哇操嘞！别靠那个太近，别靠那个太近。你知道那个草丛有一种油油的味道吗？啊，他在这。然后你这个 Q 在那边乱推。哇，这 AD 不大行，兵线不会控。啊，他要回就回，我蜘蛛回了，我去中路 cover 他那边，可能酒桶跟巴德要打一波。哇，怎么有大绝啊？干嘛、啊？你这样子也爽？
谢谢订阅。啊，上路死去啊，中路因为没大局的关系啊，不是中路因为这个。蛇女康特的关系直接被屌虐、欸。嗯，我们帮他把这一波推过去，然后回，因为其实我们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，这是珍娜加凯特琳的优势。然后蜘蛛往下靠的同时呢，可以施加一点压力，然后这时候再回补，因为对方应该也是回补。哦，对方如果没回的话呢？等一下，我们过去就是丢打他啦，绝对不虎，没丢打我就剁。啊，不行，好像没办法。这凯特琳装备不大好，他没有跑，他没有鞋子，他其实应该要先出攻速鞋，而不是这个反曲弓的，因为出攻速鞋可以追得上那个进打第四下之后的跑速，也不是说追得上啊，就是这样会比较好，而不是现在赤脚大仙长得跟黑牛一样，他要那个了。他要回，他想回。哇！救啊，蜘蛛！蜘蛛没来。哇，你看，果然油油的。没办法，这个杜闪。尽力了，尽力了。嗯，其实他可以吃欸。嗯，等我也可以吃。这应该是会被丢架的吧？他过来干嘛？我快笑死！他说你过去干嘛？好，就走那一周。啊！我插错边，我不应该插在草丛的。上路有点崩欸，不过牙术是真的还蛮扛艾克的，光是一个风墙。好，他少点用了。好，第一条是风龙，太棒了。你干嘛？不会死，他伤害没那么大。就拖一下时间吧，这个塔应该是必掉的。你们帮他挡一下，我也要回了，反正必掉的。啊，他是两个人用力点一下就掉了，不过他们第一座塔的经济放上路了，所以还好。然后我们这一场可能会先出日轮，我会塞一个这个吧，这个先竞技指向，然后再塞日轮。你是咧？看一下镜会不会露头，如果镜露头的话，我就跑线，先让他推。点塔。哇！掩护他，点完这边，然后就跑。
哇，没点掉，没震掉。哇，这个蜘蛛，蜘蛛你在干嘛？哇，你真的是丢哎、欸！啊，蜘蛛在干嘛？蜘蛛去哪？去哪里呀、啊？好啦，他到底闪现去追一个辅助，就意义何在啊？他还要扛着 AD 的伤害，然后我们后面又被夹，他在想什么？看不懂。整场出了一个三速鞋，出了一个五速鞋，跟陈鹏年一样。家里两个地方都被瞎眼，就这边跟这边，等一下扫一下。他又在那边蹲什么啦？你就出来吃兵哦，是能杀他也哦。不然你就去吃野，他去吃野，去吃。这边一只野，然后这边一只野。刚巴特只要从这种家里出来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下锅了。哦，他不是下这。那有可能下这，那我们就把这边下起来。闪绑，嗯，好，闭闪，闭闪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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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酒桶应该来中了。没事，我们中路推过一波，然后再过来，或是我们等一下买职业。没事没事，这边有可能有眼，这个给他扫没关系，收他力，收他力，收他力。然后我们先买两只职业，先来抢视野比较重要。哇，炸了！然后算了算了算了，放掉放掉放掉，稳着稳着稳着，我们现在掉三塔了。而且还是一个大劣势，我们需要一波精锐的会战。可恶啊！你好死了，我根本过不去。哇，阿闪！哎，我们的 AD 呢？白痴，我们 AD 怎么死了？尿！啊，好，我再去救蜘蛛，我就是棒槌。哦，等下一定只保 AD 跟中路。啊，西吧，我要开战，没有，感觉他们想再浓一下，不过还行。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跟着 Apex 走，因为伤害全在他身上。
没别人有伤害了。不跟他走，我们就会战输出零。凯特琳还不够肥啊！凯特琳这装现在是最垃圾的时候，在出 IE 之前，在 IE 出来之前两件。其实现在凯特琳应该是他的三件套，应该定义为你要有一双攻速鞋。我觉得我们要炸了。有人闪现卡墙，冲山小啦，别闹了！然后下路死了，完了，然后重点是艾克也死，打个屁呀打！霸龙应该掉了，有死哥、没办法，那个就算我们过去也守不住的，还不如来拿这个八龙人头。然后他们应该会逼下塔吧。十五个月，别闹了！别闹了！啊，出错，其实应该要出斗篷的。兄弟，快跑啊！真的假的？哇，我是觉得你还是冷静一点啊！我在看，我在看，我在看。没事，快跑快跑，跟着我的屁股，我们就会有风。这边时间允许的话，我可以再回去。哦，不对，时间不允许，而且我们这塔要掉了，你知道吗？白痴，你这个蹲点一定被发现的，在那边吃伤害。我一次一次套个盾而已。顿一下就破了，我回补，我回补，我回补，我塞一个斗篷，等下避免被炸太痛。守塔就好，守塔就好。他妈送钱给人干嘛？他就有职业了，兄弟，到底在冲什么？哇！你这个，收掉。吹了，吹了，吹了，吹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掉一个中路兵营可以，不能再掉人头了。哦，好难打哦，真的。主要这场我们落后太多，然后那个死哥的伤害会被放大太大。这种顺风场死哥真的是 OP 的存在，仅限于顺风场。当逆风场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垃圾的存在。
白痴，我伤害怎么不低，吃都吃不了。我们的军团差多少啊？哇，1050，真是一个好数字。好，往上走。白痴！好，让他死，让他死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你最好是不要在那 recall， 我跟你讲真的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好，下路一个单杀，一换一，不错，行。好，我们快 come back 了。我们接着就是想办法包好，包好我们家的 AD 就可以了。这是什么龙？火龙，好，送你。基本上我们也没什么挣扎的空间。白痴！我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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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意交闪，我有我的诚意在。哇，你这个被盯到，我真的是没救了，我没办法救你了。刚两个不应该在一起，应该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前面扫眼，然后他丢我。他如果丢我的话呢，我们还不会这么惨。可是他一次丢到两个的话呢，基本就爆炸。怎么艾克怎么又死亡？上路要放了，嫩，没办法，我这完全吹不到。还速，换掉，哇，没换掉，可惜，没办法，死哥刚刚是 TP 进场的吧？哦，不是，他是走过来的。哎、欸，给他死！哇！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好，一套。好，一套中头。姐姐，上 Apex， 上 Apex， 哎、欸，我帮不了你，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了，啊，烫死。GG!